我们走来的是中国内地男子演唱组合时代少年团。哇，我每次看到他们向我们走来，都有一种我们喜欢的少年们长大了的感觉。我现在有点想哭。来，我给你擦眼泪。长大了，你也是看着他们长大的，是不是？确实，确实，确实。来，先请弟弟们在唱片上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在我们唱片墙上挑选一个心仪的位置，合影留念。哎，刘耀文好像刚过19岁生日。是的，923，刚过完生日。最近弟弟们也都非常的充实，有很多的动态，有很多精彩的，无论是音乐还有影视的作品，等待大家去关注挖掘。哎，你知道他们的演唱会哦，真的太值了，不仅有自己的歌听，还有好多很好听的翻唱。是的，因为我的朋友是他们演唱会的音乐总监，我就天天说，哎，我就去打探，我说，哎，我好想知道他们接下来会不会唱这个，会不会唱、那个。你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现场的力量。真的，我就差一张门票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现场，你完全几乎听不到，你叫的再大声，你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听到他们的歌声，还有大家的欢呼声，以及大家的欢呼，是的，一起大合唱，是不是？是的，真的，出道以来，他们不断的突破自我的限制啊，产出了非常优质的音乐作品。音乐舞台，也有请弟弟们来到我们的身边。是的，追梦的路上，我们的时代少年团持续奔跑，勇往直前，熠熠生辉，彰显着我们新时代青年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来，中间请，先留下一张帅气的合照，再拍上一张，然后咱俩跟过去跟他们好好唠唠。帅呀、啊！为我们微博音乐盛典精心打扮了一番。好，我们去吧。来，有请。Hello。来，拿上话筒。哎呀，给大家先和大家打个招呼。嗯。先来个大家一起伙的版本。来，3、2、1。我们也分别和大家再打个招呼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刘耀文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，欢迎。哎呀，今天人很齐啊，这样吧，我们每个人用2个字来接力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今年来到我们2024微博音乐盛典的感受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呢就是今天 OK， 今天、哦、啊，接个头，特别哦，特别，越到后面越难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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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别，小贺，你剩下2个字了，在这儿等着呢。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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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哦，今天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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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特别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一道中文听力考题。是的，嗯，每一个特别，一共出现了几个特别？回答我，6个。每个特别分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特别开心，来回答一下，特别的开心。我问您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刚刚这个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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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特别的说出了我的心声，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8月25号是他们成团5周年嘛，每个人都发了微博，然后表达自己的幸福。然后呢，很巧的是，我就算了一下，那到今天是他们一起并肩前行的1857天。数学很好呀，我们的莎莎姐。未来的日子我们要继续一起走下去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再次感谢七位弟弟，我们那场见，晚上玩得开心。OK， 今天晚上有惊喜哦，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，关注我们的主会场。好，一会儿见，玩得开心。我待会儿好研究一下那个特别都是什么意思啊。